一定要坚持，拿出来恩波格斗的气势，想得到第一名，还是想再多撑一会儿。又顶上去了，这个做的是深蹲吗？对，他是半蹲吗？对啊，一直在蹲深蹲。哇塞，陶朱你看呢，哇，就是我一直在去试着调整那个位置，还是想再多撑一会儿。吓人的，他还能顶起来，这点就特别不容易。这太难了，这已经压下来再顶上去。对，不行，德王那个膝盖他没有撑住，又撑住，他腰已经有点弯了，嗯，他就撑不住了，他就是重心没有了。哇塞，哎呀好难啊，坚持到第八分钟我感觉我腰折了，感觉撑不住，去突破十五分钟最高纪录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。我感觉其他选手放弃的时候砰砰，然后我肩上的重量又往下沉一把，越到后面越重。十一分钟，各位，十一分钟，加油了，加油！哇，好吓人的。巴特尔的求胜欲很强的，很强，他的。他真是偏毅力。还是想再多撑一会儿。哇塞，哇塞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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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。